现在天气渐渐变冷，加上接近旧历过年，长期拢会关怀弱势族群的南投县爱心会，最近嘛办理同仁救济活动，在第三层的街路上分送物资，以及每一户2000元的福利金，予弱势家庭，希望会当帮助因过一个好年。工作人员来分享着物资，伫现在天气渐渐冷，加上旧年农历新年的日子嘛愈来愈近，当期有进行关怀弱势族群的南投县爱心会，伫最近就来进行当日救济活动，嘛伫第三层的街路顶分送物资以及福利金2000元来予弱势族群。很感谢我们爱心会的姐妹，我们每一年都分5区在过年前都办理这个冬令救济啊，除了每一户2000元之外，还有一些捐赠的物资啊，感谢各位姐妹的相挺，所以长久以来我们爱心会集大家的力量来种福田，发挥爱心，希望能够以抛砖引玉的方式大家共同来参与啊，大家做这些咩这东西做功德啦吼啊，每年冬令救济我物品90分，哎，安尼90分，有油盐米，拢总是有6项，吼，过现金2000元。即个物资的发送，南投县爱心会嘛准备了92号的民生用品，以及福利金2000元，希望会当来帮助因过节好年。在地民意代表嘛特别来到现场到沙冈，并感谢爱心会关怀，是可以充分感受到这些会员们大家的爱心，以及大家那种团结，还为地方付出的这种热情，还也非常感动，特别感谢爱心会对于竹山这边大家相信的无私的奉献。啊，伫遮问候代表着咱地方，感谢因的对社会付出。啊，人讲有爱最美，为善最乐哈。咱希望讲这个善举会当哪做哪大，啊哪做搁哪好。伫现在社会上要真侪弱势族群甲边缘户，需要大家来关心。有只爱心协会到三江，是帮助了未少的弱势族群，嘛希望透过活动，好有更加侪人来加入，共同来帮助弱势族群。记者林双超报道。